对啊，就想占一点点小便宜。要是我不知道威士忌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为什么洛克萨斯是在说力量？还好吧，确实这个版本不强。直接把他们辅助打回去，哎，但可惜他们辅助只喝了一瓶药，要是能让他亏两瓶药就好了。这哥们要掉经验的，包给他，包让他掉经验的，他就一个人，线都吃不了。我要三级打，三级打一级的。这个 Q 他挺刁钻的，我也来个刁钻的 Q 怎么样？你刁钻，我也刁钻。包杀的好吧，我杀不了他，你直接喷我，他闪现都交了。倒反天罡，差点把他虐了，可惜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已经很细腻了呀，那个闪现躲 W 伤害，太可惜了。我要把他杀了，你们应该满屏的弹幕又是666的，机操机操罢了，基本操作。但说实话，这波不死应该已经超越90%的 EZ 了吧？这波不死，对，不说100%，那99%，那90%的 EZ 应该已经超越了。我在德玛西亚用的是假名字加洛青羽，光之守卫顺位第八，他是国家英雄。
拿它叠个十二层女神泪，挺很舒服。 好，认真了，好，再不认真，头都要被打烂了，狗头哥，该认真了，让世界见识一下你的威力。沙漠死神也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可惜。 认真了，还是被单杀了，还不够认真啊？难道说还是做不到吗，狗头哥？还是做不到吗？ 怎么打成这样子啊？这都还不了手了，这么惨吗？不可能，负 W 的，一技能升一级减3秒 CD。 肯定辅翼的，一技能升一级，减3秒CD，W 只能加伤害，E技能才是就 Q 技能跟 E技能才是 EZ 的核心技能。 哎，说实话，一技能跟三技能，好像真说实话，好说点啊。你看什么？我 Q 技能跟 E 技能。 正常，被我塔下打成这样也是正常的。我这个装备，加上我这个手法，啊！主他妈主播可是峡谷之巅第一伊泽瑞啊 ，Number One 伊泽瑞，榜上有名的大国标啊！ 打这个手到擒来，好吧，啊，个人秀，都是小卡的迷，拿捏。我讨厌"偷"这个字。
但是我还在被虐。哎，终于叫人了！他再不叫人，他下路 W 了。该叫人了，再不叫人，他下路确实 W 了。 完了！哎呦，好好，我操，好一闪！哎！哇，没他这个一闪，我直接嗝屁了。 大哥，要不实在不行，那我们就算了。实在打不过呢，你就认命，你就输我下面。啊，就也别抹不开面子什么的，打不过呢，我们就忍一下。你后期你随便虐他吧。 是还想用 W 你吗？现实中。哎，这把说实话，魔抗那个，哎呦，还被他拉过去。 这把魔抗也要出，冰心也要出，出装会有点局限性啊。有个狮子狗，然后他们又有两个 AD。
这样子了，就听哥一句劝，真打不过呢，我们服个软，我们等一下吧。要不。 要不你，还在被单杀。 给他妈老子他妈哐进去是哐哐的打，还好他妈，要不是影魔刀，我直接被秒了，我还在里面多坚持了2秒钟。 还交闪现了！我勒个豆！ 哎呦，我看到我都不想看他一眼。水银现在只能出那个水银弯刀，对 EZ 的收益不是很高。妈跟打 BOSS 一样。 真的，这跟打 BOSS 一样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停下吧，别担心，我不是警察。
还可以。水银对诡异这效果太差了，这个属性真太差了。你磨刀至少这属性还好一点。 而且打到后面他关我进去不一定打得过的，跟你讲。我可是伊泽瑞尔，只要地形合适的情况下，他不一定打得过。这波应该，哎，不好说，他这两件打4件，我感觉挺困难的。终于打过了。好了，感觉该拉起反攻的号角了。 好金身，怎么说？一下，好斩，来个中呗，别追人了，去塔哟。
没跟我一起走。 谁上的票啊？ 可惜，差一点，把他杀了就赢了。 完了，<笑>那这把说实话，都队友在给他兜底，队友没给他兜底，这把早输了。本来就是这把都是队友在给这个上单兜底。 大米，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
其实好像移速加成，我可以出一个，我可以把好像可以把鞋子卖了，因为有分龙，人家二十移速，这么说爱了，来个货架。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 我的火甲无所谓。好，赢了，终于一波了，那玩的真烦。终于赢了，真不容易，太难玩了。